我哋超级叻嘅新一季，除咗有学儿同埋 Mimi 两位新成员之外咧，仲有一位嘅就系王建文 Kim Man 啊。Hello， 大家好，我系 Kim Man 王建文。嗱，咁你嘅环节咧就系叫做王建文音乐实验室啦，咁啊，交个台俾你先啦，好嘛 ？OK。咁啊，究竟呢个实验室会有啲乜嘢正嘅实验出嚟咧？唔使担心，一定好听嘅。Hello， 我是 Kim Man 王建文。咁每集咧呢一个环节，我都会带唔同嘅 busker 音乐人上嚟同我一齐 jam 歌嘅。今日咧我就邀请咗阿 Grace 同埋阿 Fish 嘅。咁首先我问下阿 Fish 啦，你其实点解你咁中意去 busking 嘅咧？我谂 busking 带俾我嘅系因为我可以好自由自在啦，同埋我谂最紧要系即系我嘅音乐系希望可以带到一啲正面嘅影响俾我身边嘅人咯。嗯，我都系咁谂。系啦，咁阿 Grace， 我想问下你，其实喺 busking 当中你有冇啲好难忘嘅经历咧？因为一定系上年同你一齐以色列 busking。系啦，咁我都系觉得好开心，因为个环境系正到不得了嘅，就系咁啦。我哋 jam 歌 jam 咗好多啦，咁今日我哋就拣咗一首歌一齐 jam 嘅。呢首歌咧系我哋都好中意嘅《明知故犯》，送俾你哋。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寄居。为何要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报警，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报警，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因我跟你到任性。